说咱闽南话，闽南词汇学一个会一个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好驴灰行咯。Hello， 好巧。哎，你在这边干什么呀？我最近打算搬家，来附近看一下有没有房子可以租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帮你一起留意一下。好呀。到时候如果有看到的话，电话通知你咯。好的，好驴灰行咯。不会，没关系。那我有事先走了。拜拜。好驴灰行咯，闽南语的意思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好驴灰行咯。